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咯》。有人讲啊，近几年的工作哦，唔系一方就会改道改道方。啊，近半年里边呢，哦，是真厉害哦。近唔单止自家一个人打出一个快速的演奏，甚至讲，佮还用诶自家塑造的天分成就一番事业。佮还用办做到的呢，特别有用办感动，也讲神奇的故事。然后呢，还是接下来有想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马上来欢迎今天的来宾许富盈，富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富盈，我来自屏东的内埔。哇，欢迎富盈哦，欢迎富盈，啊，你来自内埔的，你这个本身是内埔的客家人吗？不是，我娘家在屏东的万丹。哦，对，哎呦，啊，那用哎，你的万丹的你，啊，你用嘛更加会生发的内埔的呢？因为我先嫁给先生，然后先生他是高雄的美容人，那我们在内埔这边定居。那我妈妈的话，她本身也是苗栗的山艺人，是客家人。那我爸爸是闽南人，然后嫁给了一个客家人，客家家庭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的话，算是半个客家人。哦，哎，按你讲讲来，飞行，你这个本身妈妈这边是汉人，爸爸是福建人，古时候自己有一半的客家的血统啦，我们说有一半的客家血统，啊又身上又多多的汉人，又嫁过来一片生发的女仆种，啊你你那个客家应该平时都有在练习，甚至于说有人在跟你说客家话，在平常这样子。比较没有，因为生长环境都是讲闽南话，然后我妈妈小时候就会教我一些客家话单字，比方说水母啊、是番啊、汤姆森这一种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比较少会接触到客语，是跟先生结婚之后，然后他们家全部都是讲客语，所以我就可能要慢慢的去融入，慢慢去学。那小朋友的话，他现在我们是住内埔嘛，然后内埔是六堆，就是客家大本营之一，所以呢，他们在学校学的都是客家话，那我就要透过小朋友这边，就是去学那种很简单的客家话，从单字啊，然后还有那些客家的歌开始学，那我听不懂了，我再来问先生这样子。哦，就是小朋友哈，其实唱歌的时间，你当时你会去问先生，也跟着他一起在练习这样。会啊，会啊。哦，按你同先生认识的时间啦，还有没讲最多的都讲，也当不是。他在那个啦，美浓的家会这样子，可是他们如果说他们都知道我听不懂嘛，然后他们就现在如果要跟我讲话的话，就会变成说，这跟我讲国语这样子。那慢慢的，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大了，他们学习的语言母语就是客家语，所以我就是跟着小朋友一起学。就悄悄每次家也太好些的，安尼你自家一路安尼过来，其实你对客家来讲，其实也是有多少都有认识。你自家对客家的印象系嘛个？我在这个家庭看到的是他们很团结。如果说我们发生了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怎样之类的，全部的人都会总动员，然后大家一起来。对于客家这个部分的话，是我嫁给我先生之后，慢慢有建立起一个观念，就是觉得说他们是一个很团结的一个团体。前面的时间，我有跟观众朋友来说过，你还提港铁呢，你中快车哦，啊，你又有还在做苏州，所以想要代替观众朋友问一下，你这个本身的工作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？我们两边的家庭的话都是农业家庭，所以对于农事的部分的话比较没有那么陌生。但虽然自己没有在夏天工作，但是就是对农事比较没那么陌生。我先生的工作的话，他也是农业相关工作，对，他是做农业相关的研究员，所以我对于农事的接触会比较多一点，可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。那会去做农事的部分的话，就是我先生家庭这边的话种韭菜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我真的想要去从事农事，我得要先，因为是小白嘛，我要先有一个可以让我问的人，所以我就先回去跟公公婆婆讲，请他们当我的老师，然后去教导我怎么种韭菜。但是呢，就是种了韭菜之后才发现说，哎，其实要克服的东西很多，因为每个地方的环境、田间的条件不一样，但就是这些的话，就是后面慢慢的去寻求专家的协助来克服这样子。哦，就会讲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兴趣哦，都加进来之后还有一些白时间，都问讲啊，我可以做得去好么？我好个我都出家来读书安尼嘛哈。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公公婆婆第一次接受到说你想要学啊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公公还好，然后婆婆的话，她的反应就是会觉得说，
务农很累，你不要务农啦，一个女孩子要务什么农这样子、嗯、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对于农业这部分我们没有那么排斥啊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，我就分析给他们听，看他们现在已有的工作项目来说，哎、欸、也是适合我。然后因为韭菜他的工作项目都是要洗工，人工要非常多，但这些人工都是在室内，在室内的话，哎、欸，我不是就不用晒太阳了吗？看起来很好。都嘟嘟好吗？反正应该不是三年条，这个是最大的重点啦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会发嗯，剃白还好个时间，跟你想象中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有，因为一般务农来说的话，我们的观念就是务农可能要在田里工作很累，然后晒太阳，然后就要做很多工作，要搬种什么的。可是因为我种韭菜这个行业的话，韭菜它比较轻，它的重量比较没有那么重之外呢，它就是收割了之后，我们再到室内来做整理，然后跟装箱跟包装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是在室内，所以务农的话也不一定说一定都会把身体晒得黑黑的，然后感觉都是全身脏脏的样子。不会，因为我就是工作的话比较常在室内，所以我也是可以很做一个很干净的农夫，不会都土这样子。嗯哼，也看得出来呀，毕竟人家看风来都像条干鸟，唔像可能讲平时会晒得乌漉漉的安尼摸呢吼。安尼，慧英，你如果是说现在在做韭菜，其实你有一段时间了嘛？那你这个田园里面现在面积大概多大？现在目前租地的部分的话有两分，哦，两分都是你一个人这样打理？我跟我先生。哦，对，哎，这样子的话，韭菜我想要问一下，一般来讲我们很多农产品都有分种类品种，那你快催我们讲的韭菜它有分品种吗？有分品种。我们一开始现在是第二年嘛，一开始第一年在种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品种，就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，然后请我公公那边帮我们叫的那个种苗，那帮我们叫种苗之后，我们在种的时候发现说，哎、欸，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。之后在第二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换了种苗厂，然后有跟种苗厂问说，你这种苗从哪里来的，你的来源来自哪里，他就有告诉我们这是日本种苗，并且掰给我们包装。之后如果说你要再种韭菜的话，你就照这个包装告诉我说，哎、欸，我要种这个品种的韭菜，我就帮你育苗这样子。那我就针对这个品种，我就针对这个品种去种植，之后我就可以以这个品种去问人家问题。嗯，对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还不会直接这样提供。哦，原来有某粉种龟头这么汹涌哎，然后这样子才逐渐的学习。对，那我们讲韭菜它的种植，可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的种植跟一般的人工哎，其他的农作物农产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韭菜它从种子开始播种下去，在种苗厂那边差不多要45天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要在45天之前就先跟种苗厂预定、嗯，然后呢，我们拿回来之后去田间种植，到可以采收要在3个月的时间。对。对，那这样子还是蛮久的呢。对，那前面的话前置作业有一点时间、嗯、再接下来我开始收割了，那它一个周期它可以一直连续采收嘛，一个周期就是一个月，我就是这边收割完之后，我就是去割第二行第三行，然后再割一轮回来，到第一行的时候它是一个月的时间。嗯哼，顾总，你能够快车韭菜只要种下去，我能熟赏的时间我只要割掉上面的，对，就根就留着，还可以再继续来收成，可以可以。哦，故说一年四季一整年都是收，可以这样子收成的。可以，它是可以每天采收的。哎、嗯、呦，啊你有几啊个极限吗？如果那你可能一直割一直割啊，可是到后面的时候给太low了，需要或更新，什么时候需要更新？它一般来说的话，在一年之后开始观察。它如果说土壤肥分不够啊，它可能就会开始长得没有那么好，会越长越细，越长越细。对，嗯、那它的风味跟香气也都有差。对，这个时候就要翻了。嗯哼，那、嗯啊、不过有位人工，他韭菜很细，他其实就是不是代表他的那个纤维质没那么高，比较嫩那种的，不是是这样子吗？还是说其实韭菜他跟别人是相反，他越细的时候他越难以去咬，纤维质比较多？不是，这是品种问题。有一种韭菜它是细细小小，那种是我们土生的韭菜，就是原本的原生种的韭菜，那一种就很香，然后那一种韭菜就细细短短的、哦。那我们一般在市售上的韭菜的话，就不是属于那一种韭菜。对，嗯、所以我们还是要去看它本身的它的叶子的
纤维，它的绿度，对。嗯哼，那韭菜来说，我们都知道它有很冲的味道，有的时候人都不敢吃，你都不敢吃的。那虫呢？虫会敢吃？有这种病虫害是专门吃韭菜的吗？有一种病虫害，就是长辈在说的说化土虫，他们这种虫的话，他们就是会在叶子上面，然后呢，它的轨迹就是叶子会这样子，会这样子爬，然后它会爬整个叶子，所以你叶子在看的话，一条白白的这样子在踩，就是那种人他们长辈在说的就是化土虫，那我们就针对这种虫去做防治，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话比较少，还是会有，但是不多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蜗牛也蛮爱的，蜗牛喜欢吃嫩叶，所以它在小小的时候，蜗牛就会来关顾。所以等到它长大了之后，那原本它在嫩叶的时候就被蜗牛咬到的地方，哇，那边长大了它就缺损了。哦，所以说喊谁时间黑眼人在蛇楼了是啊，它也只有就是你慧英刚刚说的化土虫，真的有这种在叶面上面按的是的。对，那它吃完之后，那个会影响到韭菜的品质吗？不会，它就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，卖相就不好啦。原来是这样。哇，观众朋友，没想到原来在快餐店里还有暗道的访问呢。啊，不过除了中快餐有暗道的访问，店里故事应该很快到吧？我们休息一下，继续品味茶，马上过来哟。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。头头有讲到啊，飞燕除了吼，为着爱耕田去参加这个爱加工加酿之外，为着爱种快菜，其他讲啊，还去送太空呢，送马个太空，搞有马个呢，让你继续来参加一下吧。飞燕啊，前面有讲到啊，为着爱种快菜吼，去参加这个爱加工加酿，那你到后面的时候是什么原因，让你有了想要再去进修的这个动力？你去哪里学？我一开始在要开始务农的时候，也是有回家跟我娘家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爸爸跟我哥哥那边就刚好有这个资讯，那要不然你去农业大学好，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人，你去农业大学看看好了。然后我就去报名了农业大学。那在报名农业大学之后呢，在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农业上的精英这样子啊，因为我属于农业小白，所以我就会看着农业精英那些学长学姐们，就会跟他们去互相交流分享田间的事情。但是我发现韭菜好像菜类很少，大家都是种果树类，种瓜类，菜类是真的比较少一点。但是我就是从他们这边的部分的话，了解到说一些田间还有植物生理的部分，我觉得大概有一个概念。因为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开始的话可能问的问题都会比较非常的基础。对，他们刚好我遇到的人都很好，所以农民的话他们都很乐于分享，然后他们都会告诉我说我这个时候我该注意什么。可能他们种植的东西不一样，可是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经验跟我分享这样子。对，你除了同福种福者和也要讲这个来同福来做交流之外，那你在做学习的部分，学校还会教什么？除了种植之外，会有教到行销啊那一类的吗？会，要看他们开班的课程。那如果上到精英班之后，精英班的他的课程内容都比较会往行销的方向走。对，基础班的话都会比较是植物的部分、环境的部分，这样子去做基础的教学，这样子。对。你这个在田间的管理，你能一整天作为一个韭菜农夫，你们一整天的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？一整天的工作流程呢，我们在差不多四五点左右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先去田里割韭菜。因为一来这个时间点的话，是太阳还没有出来，这个时间点它还有露水，它还没有叶片的话，它还没有去蒸发掉，它没有叶片还没蒸散，所以它这个时候的叶子是比较厚重的。对，它不会说垂垂蔫蔫这样子。中午的话，叶子就会垂垂蔫蔫的，比较不适合收割。好，那我们早上四五点的时候去收割，收割完之后呢，因为我有配合的阿姨。然后在六点半的时候送去给阿姨那边，然后送去阿姨那边之后呢，我就回家，再开始用完小孩之后整理那个韭菜，然后开始整理韭菜，整理一个上午之后，在中午的时候出货，然后寄到请农会这边帮我做运销，然后寄到台北。对，因为贵州轰虫哦，因为某行都下猪条，甚至于安不条，有忙到很晚的吗？如果说是整天的话，我今天有事情，那我可能就会把我的事情这个工作就延后。那我在事情完成了之后，
回到家晚上做做做做，我们曾经最晚最晚做到一点半，所以也是要赶出货这样子。嗯，因为该量一点的台吧，吼，就是量很大，大到什么程度要忙到这么晚、啊、也还好，因为就时间分配，还有说在去年有段时间盛产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嗯哼，哎，安内菲，哎 ，condo 啊，唔知讲吼，去送的裤子后，好像有带给你一些不同的想法，就从吉布尼带过来，可以一关一关，可以抢抢哎，也是用韭菜去做的吗？对，这个韭菜酱的部分的话，是因为我去农业大学上课之后，有一些同学们、嗯、他们除了自己本身务农之外，他们会把他们的农产品去做加工、哦、那我就会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的韭菜是能加工吗？然后开始去找资讯这样子、嗯、发现说，哎、欸，韭菜如果说把它打成酱、嗯、把它打成酱的话，它去沾肉会非常好吃，还有烤馒头会非常好吃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就自己先去试看看，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再去调整配方这样子。嗯、对。哎、欸，按、啊、你讲，要个姜哦，快脆姜底杯，它是只有韭菜呢，还是有其他的配料在里面？我去读了农业大学之后啊，发现很多同学他们都自己会去加工他们自己的农产品、嗯。那加工他们自己的农产品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的韭菜可以吗？我就想说试看看，然后开始去找一些资讯。那找资讯的部分的话，这个韭菜它是完全都是没有添加其他的添加物，然后用韭菜还有用油脂，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调味部分、嗯、去把它做成的，所以它保存期限也没有到很长，对、嗯、但是它也不能说我马上做完马上可以吃，因为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去让它腌制之后，让它的那个韭菜腥味把它减少一点，香味还是有，但那个腥味可能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欢，把它降低它的腥味。哦，嗯、就是那个腥味指的是一个那种烂味啦，我们讲的就是辣、呛辣的味道。对对对。哦，哎、欸，你讲好了，要个快脆酱食材当蛮厉害呢，伊有一种不同的风味，而且就像俺们讲的，外国的料理青酱的想法，像青酱一样的这种想法嘛，吼、哦。对。哎、欸，你发用要个做酱的个快脆啊，做酱的这个韭菜它有特别的条件吗？需要比较粗、比较细，还是比较绿？有什么筛选才能做这个酱呢？韭菜它刚刚有说到，韭菜是分品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一样品种，它们的香味不一样。像韭菜的话，它有分青头的，有分白头的。那我种的是青头的，青头的韭菜，然后它的腥味比较重。白头的韭菜的话，它是叶片会比较肥厚一点，然后它就是比较适合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如果说直接吃韭菜的话，这也可以，对，因为它的味道，韭菜味道没有那么浓，但是它的叶片就会比较厚，整株的话，白头的也比较粗一点，所以我们这种韭菜酱要做的话，会用韭菜青酱、青头的韭菜或者是韭菜花做这种酱都很适合。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有一个机会，我可以来尝尝看的、嗯。第一摆糖果有个快脆中羊膜是够，哎、欸，那么好神奇一个事情。那婚姻我想要继续请教，就是说平常你们既然在农事都很忙了，但是我又好像我有看到资料的时候，有看到说你们在田间其实蛮多乐趣的。你们平常在田间的时候，你跟先生会有从事什么样让你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吗？甚至于说我还看到你们在田间翻跟斗，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？我比较活泼，所以我只能在工作上找一点乐趣、嗯、对，所以在田间的部分的话，有时候就一边工作，然后就一边玩乐这样子。我也会带着小孩一起去田间工作。前阵子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田区，我们正在整理中，那要准备下一轮要去耕作，所以我就带着小孩一起去下地肥。嗯嗯，对。先去椰皮料吗？就是做施肥，为什么要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？先做施肥的话，我们的作物它的根长出来之后，它在吸收，它才有保留它的一些养分、嗯、所以呢一定要先下底肥。那你下了底肥下去之后，它的根长下去了，它就可以去吸收下面的底肥。哦，原来安尼，先本地打一个好的基础啦，吼、嗯，咱能等下，咱能真是快在中下的时间，其实唔会马上讲哦，应用唔拉白，吼，你上诶唔好。哎，那快脆其实是骨头水诶，也是骨头水啊。韭菜的话，叶片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需要保持土壤的湿润，嗯、对，它要一直需要水，可是它又怕。它水太多会烂根、嗯、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田间部分的话，就是克服就是美农那边它原本的那个惯性的一个施作方式，然后他们的田间的作业方式，所以在我们这边我们自己做的部分的话，就想说，哎、欸，那我试看看拉水带
我就可以持续供水给它，那我的水也不会到流到我们的沟里面，沟里面湿湿的，我们可能走路就比较危险，会滑滑的危险这样子，所以我是用水袋的方式直接在韭菜的两边，然后就让它去用喷水袋的方式。所以这个水袋的部分的话，在之后认识了更多朋友之后，他们都听到种韭菜用水袋，我真是第一个第一个听到的。啊，不过也个也很亲友好啊，就是说改变了也个很难的种诶港中的方式，也让你们更有效率的去做也个管理，懂冇？对。嗯哼，诶，按你的话，其实唐风来飞能提做也个港田哦，也规模很的，已经规到一个协调来做诶。那你在怎么样的状况下，又发现到讲你有一个所做的特长，然后还把它发展成事业，是什么的契机呢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缝缝补补啊，以前不是都会有娃娃嘛，然后我们娃娃就会开始帮他做衣服啊，都是手缝部分。可是现在我们年纪比较大了之后，生了小孩了，发现说，哎，我要给小朋友用的东西，我是不是？材质上的话我安心嘛，那我第一件商品、第一件作品的话是小朋友不要的衣服，然后把它拿来做口水巾，先让小朋友试看看，发现说哎呦，这个部分我还蛮喜欢的，而且很有乐趣，这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很开心，然后我开始自学，然后自学了之后越来越上手了，我就去上课，去上打板课，所以甚至自己做了一件西装。哇，对，很厉害。可是你那个契机是说对有生意的开始，然后你就想说有小朋友的衣服这些哦，中海穿不下的就摸弄黑，然后自己开始在摸索，这样尝试出来的、哦。对，哇，你也当蛮厉害的。那你的先生也说你那个婆婆啦吼，有看到这个有没有说什么？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是比较闲不下来的人，所以家人的部分的话，他们看到我做这一些东西的话，他们也是蛮开心的。因为我的初衷就在于说，我用这一些东西是主要是纯棉的，然后对小 baby 的话，他们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一些口水巾，然后做一些法式之类的。那慢慢的会比较信任我自己的品质之后，觉得说很有自信了，我再来开始去做贩售。所以主要是这一些东西是适合小朋友的，然后它都是纯棉的，这样子我们小朋友的肌肤的话也比较不会，因为很敏感嘛，对不对？也比较不会有过敏的状况。嗯哼，古时候讲，其实你要欣赏，也要说哦，刚用掉片，那家人们其实长辈看到也都说哦，可以哦，这个做过以后也不会说有影响到小朋友，所以他们就是肯定也支持你要做法嘛吼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的反应啊，真是无简单呢。你看佮自家睇无限吼，沿的地方按到细条，还可以想办法自家去好咧做产妇。啊，唔过做产妇，哎，除了卖出去之外，你还有本钱物嘅反应呢？让你休息一下，再来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飞鱼同人哋讲到，其实佮因为自家兴趣吼，上网去学嘅样板来做生意嘅商户，啊，唔过做生意嘅商户卖出去嘅，银行本应样板嘅飞鱼呢，咱来就请教一下吧。飞鱼，刚前面有讲，因为你自己的兴趣嘛，然后去做了这样小朋友的衣服，甚至到后面有品质了，开始去卖，你还印象中第一件卖出去，客人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呢？我一开始的话都是做口水巾比较多、oh. 所以呢客人他就开始会觉得说哇，那你口水巾做这样子的品质，因为他们会知道说里面我的东西有没有真的是纯棉的，然后材质是不是真的好的、那他们会去觉得说啊，我这样子就可以买你的口水巾来送给亲朋好友当蜜月礼，对不对、可是小 baby 有男生有女生啊，那女生可不可以比较可爱一点的呢？所以我就会开始去做这一些可爱一点的款式。哦，你想挑钱压给吗？对。哦，古总，你还收到这个客人的回馈之后，你才想说哦，开始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会有做、越做越多的花样，然后他可以去不一样的搭配嘛。那我口水巾做了之后呢，开始去做法式，就觉得说，哎、欸。手做这个领域的话可以延伸出很多的东西，那我小朋友也慢慢长大了，我就想说
衣服好像也可以来做看看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自己去研究做那个儿童衣服，然后研究儿童衣服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说看能不能自己画版型，那画了版型，其实衣服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去学去做画版型的部分，然后去直接买版型回来制作，那有时候需要去做改良的时候，我再稍微去版型上画，再去做改良，像这种儿童圣品，它这种的话是比较中式宽松的，那小朋友他们活动量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呢这种宽松的衣服的话对他们来说会比较适合一点，可是啊儿童圣品它都比较中性，因为它很宽松嘛，我就想说那我能不能做一点可可爱爱的呢，然后让小女生穿起来也很好看，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做改良，加了一点蕾丝的元素，然后在她下半身的部分的话，小女童她就可以穿漂亮的屁屁裙，那这样她就会蓬蓬的很好看。好，还不会直接先开始做中间一个中间的这个，再来还讲有想要改良了，所以变做有什么会做个还顺和一个水缝色的。对。哦，那种当然宽宽了呀，唔是像人家塑做，很像是人家外面的那种婴儿的品牌做出来的商品、真的很漂亮，很可爱。那你把想强调一下个飞影，然后做一个口水巾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大概做的时间是多久？你熟悉了之后，最快一件大概需要花你多少的时间？口水巾一开始在做的时候，因为要研究那个版型，然后要去修修剪剪的，然后它的那个每一个车缝的时候，它针每一个针的针距都不一样，这个都会影响到它的品质。然后开始在做的时候，可能一个口水巾要做一个小时，可是之后熟了之后，现在已经很熟悉了，可能十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件了。哇，直接一点钟到十分钟，其实缩减了六分之一呢，很厉害。那你散肤呢？衣服应该还要过几个时间吧？衣服会比较久一点，因为衣服的部分的话，它需要做的那个裁片，每一个一片一片衣服，它做的裁片会比较多一点，所以衣服的话大概两到三个小时一套这样子。对，哇，也是这么厉害哦，熟能生巧啊，还有西米越走越路越讲。啊，不过你既然做的这么漂亮啊，客人也有给你这些反馈了，会不会有客人是说，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客制化？比如说我小朋友需要有一个花啊或什么，还是说你都是直接都是固定形式，没有再客制化？一开始因为我都是以网络为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网络客越多之后，有的客人他实际上收到的东西之后，他会发现说，品质还不错。那我现在我需要一个手机包，你能不能帮我做手机包？我需要面子套，你能不能帮我做面子套？然后最常定做的东西就是枕头套。对，家里的小朋友需要枕头套，可是枕头大大小小都差很多，所以。很多人都会跟我订做他们家的枕头几乘几，那你帮我做枕头套这样子。那有一个客人呢，他跟我陆陆续续跟我订做了蛮多东西的，是一个我刚刚讲了手机套的客人，他自己做了手机套之后，他之后要换手机了，或是想要换手机套，他就会来找我。之后呢，他就自己，因为他是那个医护，自己跟同事们团购起我的手机套，然后就一次订了好多个手机，可是手机款式不一样，所以大小不一样，他就要告诉我说，他们个别同事拿什么手机，然后是什么，他是要挑什么图案的，什么花色的，对，然后我就会发现说，定制的部分的话，要花我更多的时间，因为我要再花时间去画版型，对，所以定制的部分的话，现在目前除了熟客之外，就如果以新客为主的话，都会以现场的成品为主这样子。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有的成本一般的人哈，去选说我现在这边就是这样子，其他的没有。他要说像头头给你哈，就是说熟客他还可以自己开团购，不用说一个表单说上面写的我要哪些东西，有什么样的资料，先不用，你就可以慢慢的帮他们做出来。对。哦，那你飞影这样来说啊，充满这种挑战性吼，客制化的商品也爱讲，国家一做一种一般的公共版型的，哪样够喜欢？我比较喜欢，可以做客制化的，因为客制化的话，我可以接触各种更多不同的商品。但是呢，这样子的状态之下，我就没有办法去有更多的产能，因为每个客制化的商品，他们可能尺寸都不一样，我就针对尺寸又要画版型，对。所以如果我有现有的公版的话，我就可以直接用公版去做量产，或可以去做更多的东西。可是如果是以我自己
在缝纫这块来说的话，会比较喜欢客制化，这样子我比较有挑战性。这个国心来讲，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。但在现实面来讲，嗯，除了做一个苏州，你又还有田里面的工作，对，哦，演的那些，所以你必须要去分配，要平衡。所以还是说，如果啦，一般来讲，哦，不是极单或量很大的，哦，你可以挑战一下啊。但是一般量比较大或是有需要需求的，还是一般的一个公版的为主啊，哦。按你来讲，你这个在苏州同一个快车演说哈，这个田园里面农事跟手作这一块，你很有满意平均分配他们的时间，还是说要看订单的单量？可能要偏农事够急，我就处理农事这一块啊。今天可能手作这边比较急，我就先来处理这一块。你是怎么分配？农事的部分的话，它是每天都会有收入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要有农事，我就可以有收入，所以农事的部分会持续。那手作部分的话，我有接到订单了，我可以利用晚上，我农事下班之后晚上的时间来做。那小朋友部分，他们就很乖，跟他讲一下说，妈妈要去楼上工作，你们先不要上来找妈妈，你们我就可以很专心的在做事情，因为小朋友都比较念妈妈嘛，然后他们就会在楼下乖乖的去在楼下玩这样子。那如果订单量更大的时候呢，我可能就是会利用礼拜六日，礼拜六日的时间，然后农事的部分的话，就请我先生在田里去做田里的田间工作，那我就在家里做我的手作工作这样子。哦，多好欣赏呀，可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。如果有位师姐，她可以帮你 cover 呀，可以铺分，让你可以专心的去忙这个。那小朋友也很乖呢，哦，可以听书，你都做支持这样。那小朋友看到安都会讲讲的产妇，他们会不会想要也要一件，然后跟你说妈妈我要压量，你还要给他们有没有这样跟你提出要求，说我也要客制化？会啊，他们有时候穿我妈妈做的衣服出去，会跟人家说这是妈妈做的，然后他们还会去做拿那个小东西，有没有我做的小东西，然后去跟同学去交流。像之前我们不是疫情的关系会有口罩绳，或者是说那个酒精喷袋啊，酒精，那因为酒精的话，那时候我是有做酒精喷袋，再加喷瓶，这样子是一组，都拿去做公关呢。今天你们森林的按奏都可以，可以是来练习做一个交工或者是交关这样的事情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说妈妈自己有在做，然后我就是也有点半炫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会做，哎呀，那是不是有考虑到说把这样子一个版图拓展到说，哎，小朋友学校啊，可以大家来做。有一些妈妈朋友们，他们可能就会自己约一约，然后跟我订一些可能补习袋啊，因为我们小朋友国小之后，可能有的会去上安亲班，那书包会太重，有的都是那种补习提袋，或跟我订补习袋啊，或是吹笛子，有没有笛子套啊之类的，就是比较适合国小生的用品这样子。那如果幼儿园的话，比较常会有的是脱药袋，因为幼儿园可能小朋友感冒，那个老师都会要求说，你们要的话，药袋要放进药袋里面，然后外面还有一张纸，然后那张纸要写着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药，然后它需要用几 cc， 然后这些脱药单要给老师这样子。幼儿园比较常做的就是脱药袋。哦，你飞行苏州案例会有上过去做个人家讲的实习，也系讲去讲诶福教的园游会也着去参加吗？目前的话没有摆摊的部分，因为就网络的工作，有时候就是亲朋好友要送那个明月礼，我可能就有点忙不过来了。但是如果说我的时间够的话，允许的话，我觉得摆摊会是一个很好的体验。对于你的个性来讲，其实也算一个挑战嘛。照你的个性来讲，应该会很喜欢去做这样，而且跟更多的人去交流啊，什么？对啊。啊，你在休息你啊，就是说在未来的规划来讲，你会不会有其他的规划或想法？就是除了农事同一个苏州之外，照你的个性来讲，会不会出现第三、第四个斜杠呢？我比较想要的是，现在目前在农事的部分还没有到说非常的金砖嘛。那我现在比较想要的是，我可以在农事的部分再去更多的那个研究，比方说我可以在植物生理的部分的话再去做加强，然后去做研读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可能会去看到哪里有开课，然后就会去上课这样子。甚至我就是最近的一个想法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还是我去大学就专修这个植物生理的课就好了。对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那可能未来会有这个规划。再来就是呢，我的农业部分我是蛮有兴趣的嘛，往食农教育的方向走，然后可以让更多小朋友们，更多在都市没有
就是他下过田的人们，他们会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务农也可以那么有趣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在务农部分的话，身体就会脏兮兮的，晒得黑黑的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目前对于农事上的一个规划。嗯哼，甚至讲好些米唔提都推广一个生农高油的时节，唔但请五个先生哦，甚至讲五个生人小朋友也可以来担任你的助手。对啊，今年如果做对五周的产妇来做一个推广，就是人家讲。夏天以前台湾人的行业，我有个头巾嘛，也爱讲伞夫啦、手套这些输出的。哎、欸，你看我自己做了，让他们穿着出来当 model 展示一下。我们将推广食农教育，你还可以做安排类似的手作课程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啊，你这样子你自己在家庭上的规划哈，有什么样子期许吗？就是说未来，因为刚刚讲的是农事嘛，啊，卢卡爱你呢，你就会不会有什么期许，说希望大家可以陪伴着你去做一些这样子不一样的事情？现在目前的生活，目前在家里上的话，他们也都很支持我现在目前做的一些农事上的决定啊，或者是手作上的决定，大家都是很，对我来说都是很自由的，我的想法也是很自由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就维持目前的现状就好。但不过我刚刚帮你想到一点最大的，如果可以跟着小朋友跟他来好好吧、哦、对不对？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陪伴的长大，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客语嘛，对、哦、就是未来可以拓展到说，哎，我除了来跟观音、哦、也可以用客语去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农事、嗯、我们的衣服手作这一块，对，是不是？好啊，观众朋友，好彩啊！由今半日飞燕带来的故事和同分享，咱本来伫底，然后咧快速伫底有很多的后门咧。至于讲哦，飞燕咧，头先讲的，伊咧人其他嘅工作，哎，唔但将一方，还可以改到改到方，系看自家嘅选择咯。啊，希望观众朋友也可以同阿咧飞燕共享哦，选择自家喜欢嘅工作，做自家喜欢嘅事情咯。今半日再一次感谢阿咧飞燕带来安精彩故事同分享，多谢你哦。多谢主持人，多谢，我是飞燕。再见。好哟，大家坐到更加有趣的上节目呢，加加腾腾先生来认同一下咯。希望阿等复起来的节目嘅朋友，还记得点赞、听客家电视台的频道，哎，顺便还记得分享出去哟、哦。